材料，它所谓的尺寸都会影响所谓的小鼓的发生的共鸣，或是它的响亮程度或反应速度、敏感度，就是在材料的一些特性啊。因为有一些学生选购小鼓，其实也迷迷茫茫的，不知道要怎么选购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好的小鼓是可以各类型曲风都可以没有问题的。都可以打的。我们要金属就有金属的声音，然后要有放克，会有一些简单摇滚元素的声音。我们要的就只是一个声音。像消费者去购买小鼓或是一些拔或是一些产品，大部分都还是针对声音然后去做选择。然后我这边介绍比较是偏向是小鼓的部分。那当然简单的也介绍一些，比方说鼓的一些特性啊。比方说现在比较流行的鼓的尺寸，就落在比方说10寸、12、16，这是目前最流行的尺寸。那小鼓通常都是14寸，除非是高音小鼓可能10寸，不知道。12寸左右。那我要分享的比较细微的部分，比方说，我们选购的一些小鼓，有分为铜，就是中铜，或是黄铜、青铜、红铜、铝合金啊，或钛合金的一些成分哦，或是不锈钢的鼓框啊，或是。所谓的鼓身啊，用不锈钢或钢或白铁，那或是铜夹枫木或樱桃木，那比较常出现的会是比较偏向是樱桃木部分。那樱桃木呢，或是实心枫木，或是枫木、白杨木、桦木、橡木、桃花心木或胡桃木，就这几个元素会比较，这几个样的会比较多，常出现的。所以可以选购的很多哦，可以选购很多。那我比较推荐学生是买是一个声音可以做出比较多类型的曲风哦。但比方说像 jazz， 我们可能要的小鼓的曲风就不一定是你想要买的那种曲风，因为 jazz 比较没有那么的多学生会去运用。在最后做简单的几个介绍，小鼓的本身，小鼓的本身就是鼓面嘛，还有鼓框，我们会去比较注意的部分，然后它的 lug 都会比较去影响，就是你的鼓身的好坏，然后 lug 的部分，
一个不好的蜡梗，那你也会常会弄坏它吗？你要去锁，你不小心锁太紧，它也很快就坏掉。哦，再来就是这个响线条的一个开关锁，哦，响线条开关锁，这些都可以去选购上做一个明确的去审核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响线条，哦，你的响线条。我是用比较厚层，在做表演的时候，其实在做透过收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声音是非常好听。但你重点是你鼓声啊，你的木头，假设我这个是桃花心木的话，你这鼓声的木头都会影响你整个的音色出力，音色出力后，那再来就是你的鼓面，你选择好的鼓，小鼓皮，哦，绝对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。哦，你有一个很简陋的小鼓皮或很烂的小鼓皮，当然你再怎么出力都还是就还好声音的部分了。哦，一个鼓的好声音的好坏本身，除了鼓声本身而言，那就是小鼓皮。哦，还有你响应面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东西啊。哦，就链条哦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哦，小鼓的那个大声就是有这个产生的，展示是了吗？好用。好，那器材的部分你们其实是上升也自己要知道，因为尤其是自己有鼓的学生，你们自己有鼓的话要很懂的器材哦，要不然你们在添购的时候哇乱买。要不然一片拔，其实或是一个痛的鼓皮，或是大鼓皮，对，都不便宜，哎，都不便宜哦。所以你们在选购的时候，你们要了解你们想要的声音是什么哦，你才再去做添购。再来就是最后祝各位在练习上，在鼓艺上能够。